在第三指名的内野好手蒋志贤之后，中信兄弟今天在为潘定翔、张凯伦、苏伟达、潘伟成、林明杰五位新秀举办加盟记者会，其中第二轮选进的旅美小将潘定翔最受瞩目。他曾效力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小联盟最高层级短期 EA， 并在2012年获选未来之星明星赛世界队。有趣的是，原本名叫潘志芳的他，最近忽然把名字改为潘定翔，格外引人注目。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有在跟我家人在讨论了，对，因为他们是有去给那个老师算过了，说我中间那个姿势不好的，就可能会对胃肠比较不好吧。那个老师好像说，就定可能会让我比较稳定这样，然后想可能就是会比较顺的。改名换好运，面对即将展开的职棒生涯，想必很期待。穿上中信球衣和名字一样重要的球衣号码，同样也是精挑细选。我是想要选32，可是32有人了，所以我选2号。然后有一半是因为基特也是2号，所以我选2号这样。能披上黄金战袍是多少棒球员的梦想，然而这位小将却对加盟黄衫军的感想有了出乎意料的答案。就在选到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在那个注意那个中华职棒了，因为我是觉得已经在打棒球了，就又看棒球会觉得很累啊。其实也是会有压力，会有压力，对，球迷太多了，如果打不好的话会觉得很对不起球迷，对。别担心，球迷可是肯定你的守备功夫，也期待未来的表现能够跟新名字潘定翔一样飞得越稳越远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